政制事務的即係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咧，會開會，咁喺裏邊都會開始傾咧國歌法嘅內容嘅。咁大家耐心等候少少，佢到時裏邊會詳細解釋一下咧，究竟點樣去處理國歌法嗰個問題。我唔相信即係新嘅國歌法咧，對喺學校裏邊推行教授國歌或者推行呢啲活動會有好大嘅影響，一樣係會繼續做落去咧。